觉得你不适合我们这里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大家都知道我体制内工作辞职后想给自己找点事儿做。今天根据可靠情报，我们本地的一家酒吧在招聘钢琴师，我准备去试试。你好，我问一下面试钢伴在哪儿？里面请。这是限量款钢琴吗？你好，来面试的吗？啊，对，这是我的简历。那不能拍摄，不能拍摄啊。哦，我不乱发，我就是记录一下这个求职的过程。你之前是有从事钢琴方面的经验吗？经验的话倒是谈不上，但是我这方面有。我的天哪！那你是家里人有从事音乐方面的工作吗？我爸、我三姨、我七舅姥爷都是从事音乐工作的，我钢琴演奏还算是有点。你是得过什么证吗？我得过多动症，到现在还有点。这怎么什么妖魔鬼怪？都来面试，找个机会打发走得了。我们对这个现场发挥的要求和能力比较高，我觉得你不适合我们这里。不适合我们这里。What？ 谈的有什么缺点吗？我缺点钱。